Ok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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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.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强尼，我今天超开心的，我终于离开胡志明市了，我来到了有胡志明市之肺的称呼的秦厨县。秦厨县在越南下方，也是在胡志明市的东南方哦。它是一个靠海的县市，从胡志明市开车出发，只要大约两小时哦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有海滩。新鲜的海鲜，那还有猴子，但是这些都不是最特别的。我想要带大家来喂鳄鱼。那这个特别的地方呢，就在这个 Vansat Eco， 就是 Vansat 的生态园区。对，那其实这个地方是要购票进来的。那它有很多那种生态环境区，那包括我刚刚说的喂鳄鱼，所以我迫不及待想要带大家来看看。所以呢，今天的首站就是这个地方。那我今天邀请到了我的同事燕怡，燕怡。大家好，我是燕怡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燕怡。对，那他终于，我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跟我说中文的越南人，他是越南华人。那今天呢，就是由他陪我一起逛这个秦厨县哦。好，那期待吗？期待。期待哦。好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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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终于离开胡志明市，好开心哦。忘记说了，这个地方呢也是著名的红树林的园区哦。你看这边都是那个红树林，它就是那个河口的交界处，所以呢会有这样的特别的生态环境。所以呢，对于喜欢环境，然后也有研究的人呢来说呢，我觉得这地方很适合我。哎，燕怡啊，这台车要在干嘛的？带我们酒精去参观。哦，这个是我们可以坐车进去参观了。哦，好好，那我们来搭吧，走。出发了。很美吧？这个园区车有点颠簸哎，就是它开很快，现在很摇晃，你害怕吗？没有。我怎么觉得会翻车？那你期待等一下的喂鳄鱼吗？可以试试看哈，好，试试看，我好期待哦。啊，燕怡，这个是那个眺望台吗？对，你上去可以看全部这个区。好，全部的区域，那我们上去走。哦，很高哎。小心走好。这楼梯好小。Don't stand well, look like go to hell. 很高哎。Hello， 这高这跟孔，孔高，太高了。还好它那个上面的楼，这个安全吗？安全吗？我觉得我都在晃了，这太高了吧。怎么了？到了吗？燕怡，快点来救我！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比玩 Coco Dial Fish more terrible？ 我觉得这个比玩钓鳄鱼还可怕。你可以吗？每次过这转角我都怕死。好，可以。走路的时候比较可怕。哇，很美的那个河口的那个风景，那个生态哦，那个水笔仔。我大学呢也有修那个生态环境呢，所以这是我喜欢的一个样貌哦。可以可以，风景不错。高哎、欸！
车你搞走先 M 哈。这个生态园区里面呢，有非常多可以参观的地方，包括植物还有动物。但是如果想要跟我一样享受那个特别的钓鳄鱼呢，你可以额外再购票进入哦，就是大概75000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我自己是本身是有啦，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。我们到了，那等一下就可以钓鳄鱼了。那今天我会跟那个叔叔一起钓鳄鱼，叔，对，我的司机叔叔，好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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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快点快点过来，我突然腿软了，你们看一下那个鳄鱼的头。我不知道我干嘛挑战这个，这实在太刺激了，真的是钓鳄鱼耶，天哪，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来。我现在要登船了，我觉得那个鳄鱼确实那个气魄有吓到我。哎呦！啊、哦，他们现在关上闸门，然后现在这艘船呢，就是我的司机叔叔跟我一起钓而已哦。就是你们看一下那虎视眈眈的鳄鱼，刚刚我已经看到他们很有魄力的跳起来了。鱼饵，哦哦，就准备要钓了，我很怕它跳起来。好恐怖！来。好紧张！哇！哎啊！好可怕哦！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好多次哦！哇哇哇！这惊恐！我手在抖啊！Hello，Hello。嗯。哈哈哈！这个近距离拍摄实在有够恐怖。太恐怖了。听说这个饵是蛇肉。对，那这个完全没有体验过，我觉得实在太刺激了，而且近距离钓鳄鱼那个魄力真的是会吓死我。哇、在哪里？这是他们园区的一个大卖点，就是钓鳄鱼。他们嘴张大大，你看都在等着吃，太可怕了吧！天哪，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哎！吃吧！哦，OK。得哦！啊，这里的猴子看起来好恐怖啊！得，你等我！谁的？嗨，给你。啊，good，啊，
你。我丢了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哈。你 OK？ 哇！哇！啊，小猴子来，小猴子。我们吵架，吵架。燕姨，燕姨，好一个。燕姨，你快过去，快过去。你再问，你再问。燕姨，燕姨。哎，燕姨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？去看这个蝙蝠，因为这个地方很多蝙蝠。啊、哦，我们要去看蝙蝠。对。然后就我们就走这个地方去划船的是、哦、人划船。我们要坐蝙蝠、我们要去看蝙蝠，然后还要划船。那对对、哦、我看那个他的照片，还有经过那个森林，应该是水笔仔。对。对所以，我们青州要过水笔仔，那跟着我一起去玩吧。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活动，因为这样子可以享受那个大自然的感觉。对。喜欢吗？可以，可以哦。光是走在这里，我就觉得很舒服啦。那我们包的这个呢是比较传统的船，那一趟就是20分钟，那正常来讲一个人是14万，那因为我们等于有点包船，这边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呢，所以呢我一共就是买9个人份，所以一共是120几万，130万左右。 对，那就是包船，然后游这个整个园区，然后到我们下一个地方哦，看蝙蝠。对，等一下要看蝙蝠。好，包船，所以这是我专属的 VIP 座位。你看，一个人独占鳌头，超爽的。我们要坐小船的了，对。那这个船要去哪？就是看这个蝙蝠。看蝙蝠就是坐这个的哦。哎，而且有专人帮我们划，这样子就不累。我本来很怕累。走喽。哇，我为了买斗笠，我买斗笠呢就是为了搭这个船。对，好 fit 哦。然后你们看，现在这穿梭在森林中，燕姨这样有没有很惬意啊？有吗？没有。明明就很舒服，好舒服、哦、而且还不用自己滑，不用自己滑比较舒服咯。就在下吧。才不要嘞，累死我了。今天玩一整天，我都累了啊。好美哦。他叫我们安静。
为什么？因为蝙蝠吗？有哈，嗯，啊，蝙蝠吗？他说蝙蝠在这，但我眼睛实在是有点脏，我看不到了。哦，他试图朝他们让蝙蝠飞出来。啊，我看到了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在树上，真的、欸，一堆蝙蝠哎、欸，很多很顶的那种啊。对，他们没在休息，他们活着的，要不要醒着的？我俩啊划着船儿彩虹岭啊彩虹岭，哎、欸、这树一直打我好不好，好强哦，原来要这样子啊，哦哦哦，我觉得大家都手残，还好我有带斗笠来，好爽哦，大家后面挤成一团就为了让我一个人在这里拍照。Turn back, see everyone. 多急。然后我一个人在这边爽，对，只能十秒，不然他们会暴怒哦。但这整趟下来呢，真的是很惬意。那这个园区就是有这些刚刚你们看到的这些玩法，那我觉得是蛮推荐的。如果你来这个秦楚县的话呢，一定要来这个地方玩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就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大家拜拜。